赶紧签吧。来得已经好吧，行了，赶紧签吧。你还有心情听歌啊？啊，你朋友怎么这么久还没有回你？你要不要再催催他？上次为了打电话的事情，严胖子已经大发雷霆了，你忘了？严胖子说，中统的人又催办我的案了呢。那中统为什么对你不依不饶的呢？他们想拿我来钓大鱼。大鱼？谁啊？米斯张的父亲。米斯张的父亲是不是就是那个郭兴哲的老上司啊？中统的局座和米斯张的父亲是死对头，所以陈什么？继续监视。是。别关灯啊，我看不见了。你要坐车吗？车上不有人吗？啊，那些猫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好的。我们老大要了几个保镖，我老大派我保护黄小姐。有一天，严队长带着几个人逮捕司马蒲公，我到他家抓了他老婆。严胖子回家，看到司马坐在客厅里等他，他掏出手枪，我们兄弟几个眼疾手快，下了他的手枪。经过谈判，司马向严胖子贿赂了100两黄金。他把他们藏在他家的公馆里。说的都是实话。长官，小人句句坦诚，如有虚假，任凭长官处置。传我命令，马上抓人。是。什么意思？这是
那队长，人呢？是什么人呢？司马祖荫。司马祖荫，我哪知道啊？还跟我说，人转移到哪儿了？邱卫达，你深更半夜私闯民宅，我把你叫司令部法办，你信不信？来人！ 铐上！哎，干嘛去？哎，等等，我有话说。去哪儿？去南京。走，开！等会儿，我等会儿，我穿鞋，我还是鞋呢。放开我！你到我在这儿做什么？帮我认个人。谁？这个人，你的老相好。 那个人是他。谁？你干什么？站住！把眼镜拿掉。 做了个噩梦，梦见在白雪皑皑的山场上，炮火巴尔多多正午，远处、近处都是鲜血，都是尸体。我冒着滚滚硝烟，用尽力气呼喊着李继哥的名字。突然，李继哥从战壕中站起来，冲我跑过来，跑啊跑啊，可是，一声枪响。 他倒在冰雪覆盖的血泊中。表姐问我梦到了什么，我没有告诉她。这些天，表姐见我总是心神不定，就在我到歌厅上班之前，领我逛逛商场，想叫我开心。 你们好。
这舞厅可真够豪华的呀！上海有二人展，这是最好的。情报说，司马祖荫和黄英仪潜入香港，上局命令长官马上到香港逮捕他们。司小姐，唱的歌太好了，谢谢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我在新亚酒楼定了位，请司小姐吃夜宵。谢谢。司小姐今天不会客啊，谢谢。别唱了，人长得也漂亮。进来吧，坐车子，回去吧。我们再玩会儿吗？不行，我明天得上船。去哪儿？香港。久仰久仰，邱先生，幸会幸会，请坐。啊，您晚年回的香烛可是鼎鼎大名啊！哪里哪里，国府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香牌带着没？四爷，香港所有的顶级酒店我们都查过了，没有这两个人。那么九龙
旺角那些小旅馆呢？不不不，四爷，他们是上流社会的人，不会出没在这种地方。你们就是挖地三尺，也给这两个人给我找出来。是是。拜托四爷。红啊红啊，你什么人？谁？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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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啊！哎，买给买给了，哎，买给买给了，哎哎，小姐油啊，给油啊，给红啊红啊。大姐，我要一只活鸡，还给公给婆了。哎呀，老妹妹还给公给婆。我要一只活鸡。哎呀，我还话你还做叶子蛇吗？做叶子蛇，谁给婆一天蛇一只？哎，唔系做叶子蛇，谁给公？哎呀，我早晚能听唔懂吗？他问了您呢，是不是坐月？要是坐月子呢，就吃鸡婆，懂吗？这地界啊，管老母鸡叫鸡婆，哏儿。啊，哎，听您的口音，你是天津人吧？啊，东姑的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天津的呢？口音像。我出来大半辈子了，还有天津口音？还挺重的。口音还挺重，哏儿。背哏儿，哎呀，不瞒您了，叔，我16岁啊就出来当水手了，今年啊这个数了。您了也是天津人？不是，我上海人。哦，俺了上海人。对呀。哎呀，不瞒您了，叔，我当年在毛路公司船上就时常跑上海。你是上海人，怎么会听懂我的天津话呢？我先生他是天津的。妈，你先生是天津老乡？哎呦，我说咱们两位妈这么有缘呢。哎，小姐，这个给油没油啊？给红啊？啊，你是红烧还是清炖？我想做鸡汤。哎呦，请好吧。啊，谢谢阿婆啊。煲汤啦！哦，好，给公给公，好啊好啊！来，客气啦，二十蚊啦，二十蚊，便宜点咧！哎呦，唔贵啦，二十蚊啊，有啊！讲文讲文！哎呦，哎呦，你要做紧啦！好，冇烦冇烦啦！好啊好，讲文讲文讲文，好讲文讲文，给钱啦给钱啦！讲文讲文。哎，停车停车。茵茵，李导演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没想到你也来香港了，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。上车。去哪儿啊？我请你吃饭啊。说吧，你说老朋友里你想见谁？陈云裳、李丽华、徐峰，他们都在香港。哦对了，还有白光也来了。今天不去了，下次吧。有事儿呢。哦，在香港过上小日子了。说，你身边的白马王子是不是又换了一位啊？现在跟谁摆脱呢？阿拉不告诉侬。哎呦你呀你，等等啊。这是张老板投资的小白龙剧本，拿回去好好看看。张老板前几天还说呢，哎呀，要是黄小姐在香港就好喽，剧里有个角色非她莫属啊。张老板真是这么说的？那是啊，骗你我是小狗。那我回家好好看看，先走了。好吧。哎，等等，小白龙这个剧本你可不能推。这个可是张老板的事儿。放心吧，李导演，我回家会好好看的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茵茵，茵茵，你叫他们来抓我吧。茵茵，我不怕。大不了就是坐牢，茵茵，就算死，我也不怕。
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腻了，活腻了。死就是去另外一个清闲、干净的世界，那里没有尔虞我诈，没有勾心斗角，在那里才是我的归宿。我希冀的地方。小白鹿的那个剧本真的写得很好的，你就答应让我去好不好？而且片酬也不少呢。不行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片场的人到这里来，也不会跟任何人说你的情况的，真的。你现在啊，都快神经了。上海的款子都转过来没有？已经在外国的银行开了户头了，外国人对客户的账户都是保密的，你就放心吧。那个戏真的写得很好的。对了，金条呢？都已经换成美金了。祖英，你就让我去吧，那个角色好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，你就让我去好不好？不许去，哪里都不许去。香港不是保险箱啊，啊？哪儿都不让我去，待在家里我都快发霉了。怎么了？哎，你在？怎么了？他不是你朋友吗？我叫你别去就别去。这有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呀？拉着我。哎，走。你去哪儿？出去散散心。你别去了好不好？啊？不行。我再待下去就快发疯了。茵茵，不行啊！哎，不对不对，颜色不对。下来下来。导演，真厉害。哼，你忘了？我干电影之前就是学画画的。刚开始干电影的时候啊，我就是画布景，再后来灯光、场记、录音、副导演什么的都干过了。虽然认识黄茵茵吧，可那个时候在重庆我们认识的时候啊，刚熬上副导演。哎，百年的媳妇熬成婆婆太难喽。再后来我拍的两部戏挺卖座啊，可是没人敢给我投资啊。在张老板的生日宴会上，他当众叫了我一声李导演。哎，这一下圈子里头才有了我这一号。张老板不但提拔了我，那个大明星叫黄茵茵的，你们晓得吧，他也是张老板提携的。说对了，导演茵茵。我当然也是为了感谢张老板了，如果没有当年他的投资，怎么会有我的第一部电影呢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明天我们就开机。嗯。先生，你们的粥齐了。哎，你们说那天卢四爷是不是跟咱们吹牛啊？不会，他的徒弟天天在找。我听卢四爷说啊，有天他那个徒弟抓了个人，长得真像司马祖英，结果抓错了，还差点捅了大娄子呢。为什么？他抓了警察分局长的大舅子。
小白龙。王茵茵，你让他们把我抓走吧，我不怕，大不了就是去坐牢，就算死，我也不怕。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腻了，活腻了，死就是另外一个清闲平静的世界。停，茵茵，激情，再激情一些。化妆师，做内饰。放这儿，摆好了。你叫他们把我抓走吧，我不怕，大不了就是去坐牢，就算死我也不怕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已经活腻了。活腻了。喂，丁锦的。接一下天津长途。我说我接天津长途，你听到没有啊？对，28553。若松啊，我是爸爸，你们那边怎么样？你是爸？爸，爸，你在哪儿呢？爸，你听见没有？打巷战呢，巷战打得特别凶，对。就在我们家门口打吗？若松，你千万要小心呐！啊，听到没有啊？爸，喂。你妈妈、姐姐他们都安全吗？喂，爸，爸，我想你，爸。爸也想你们。哎，对，你叫你妈接电话，叫她听电话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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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若松，喂。
喂，喂，喂，如聪，我是姐姐呀。大姐，大姐，你最近还好吗？我听广播说，天津在打巷战，是吗？对，打巷战呢，打得很凶。你听，听到了吗？哎呀，你那边怎么那么乱呀？他说什么呀？啊，听见了，听见了，听见什么呀？妈跟你说话啊，妈来。说话呀，妈。聪儿，我是妈。妈，妈，妈，你怎么样了，妈？妈，你说话呀，妈。聪儿，妈，妈不求别的，妈只求全家平安，你平安。哎，哎，妈，如聪，妈想你，叫妈一声。妈，哎，再叫妈一声啊。妈。邱先生，那个女人快出来了。嗯。开车。跟上。
行啊。张老板夸奖你了吧？他就说了一句话：“你演得好。”就这一句呀，就不得了啊！要是记者都在场的话，明天肯定上头条。瞧你说的，你是不了解现在的张老板了。他在香港娱乐圈里头，那是一言九鼎的大老板。就连港督见了他，那都是蛮客气的嘞。哎，对了，一会儿让师傅停在前面的车站吧，我要下车。这个时间缆车都下班了，还是直接用车把你送回家吧。不用了，李导演，谢谢啊。怎么，怕你男朋友看见吃醋啊？哎，没关系，我们又不进你家家门。哎呀，你那个男朋友怎么那么神秘啊？他姓甚名谁，在哪儿发财呀？阿拉不告诉侬。你看，又来了。妈，你听见没有？打巷战呢，巷战！怎么这么晚呢？三毛腿，走，走啊，走啊！喂，是警察局吗？我们这里有人被绑架了，你们快点过来。你们要多少钱？好商量，不要撕票。司马祖印，我们不要你的钱，也不要你的命。那你们要什么？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去哪里？南京。不，这是香港，不是内地。准备跟我们回南京。看好了，邱先生，后会有期。卢四爷，谢谢。理当理当，船马上就到，再会。再会。放开，让他自由自由。司马祖印，咱们快回家了。我们能不能做个交易啊？你给我听清楚，我不是严胖子。没有，没有，别走，别走，都别动，别走。跟他说误会，用香港话说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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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。没有，没有。老弟，老弟，老弟。无奈和岁月长。无奈何人过往，无奈何天捉弄，历尽人世沧桑，无奈何缘分短，无无奈何人离去。
来相顾无言言，呼唤着你名字，不管有多遥远，你是否能听见？我一直在身边，往日情景浮现，仿佛回到从前，笑着泪洒心间。身边，多想时光倒转，回忆重演，再续前缘。将时光倒转，回忆重演，再续前缘。